科在关闭以后，那么就游客是没有办法进入拉斯科洞窟的。那么当地政府就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巡长公司，在2000年的时候发明了一种岩石的涂层技术。这种涂层技术呢，可以使这个岩石的墙体非常的轻量化，可以带到世界各地。那么就开始在2012年的时候进行了世界的巡展，那上海是它的第12站。